啊，催定到娘娘答应到亚军宫带你的车，不过这应许你在乌队当中给到亚当时不会低头，该高的人光不但是王定毫不突出三当一三家，到娘娘吃尽王定开心，何止帮你的送一个王定心对心对十万镇亚麦龙，那一在把开门往里向来该让我锁门锁楼塞绿塞低个龙地可以扣到底压就是真个屁屁狼林，不过你地方没事弄得清清爽爽，王定带着小客厅上一口脉一直来小家受害了啦，虽然自家是头人家的中国，你是小人家的小家，但是规矩要保证，所以王定搭档以来恭恭敬敬啊，王定记一小记。各位一直来小家今年18岁，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哪样子好看呢？哎，不蛮难用语言来形容的。那么这样吧，来听众啊，你都自个去想，你都心目当中哪样子张面孔在别致嘛？你各位一想想就哪样子好看。总而言之呢，是一位人人赞叹、俯瞰帖帖的绅士女子。爷原来是个秀才，娘是下门的出身的才女，屋里向作业最五满田花的，三年门第。牙出油门打得风浪手飞他们不应去世，不惜得现在手在屋里下娘都是我当场接杀，哪个当你搞拿龙发呢？哎，随了这个未来之际王定打出来大力相助，所以也现在要对王定感恩不尽，现在看见你进来举来们吃了一个力气来啊，王老伯伯给的一把青草都是一小子。小子老伯，你家娘亲受托之时与眉目了，这个小子晓得娘托你上个事情嘛，就是自个终身大事，小娘告知告诉这种事情总归难为人，所以对人的面孔脏了不像。此人终于老实，小你所谓大喜了。有了的。嗯。对不起，马爷家。内奥金家。金家。嗯。后人。十八项目谁是我家大姨呀、啊？哈，小姐听到这声音，我们带有点不开心。哎呀，王伯伯，哪么真的托人托子来王伯伯着呢？你都大呀，你都大呀，我晓得的。今年40岁，我只有18岁了呀。这个年龄相差太大在。再说了，做不人家偏吧，我还不愿意。而且各种愚动的家人家我还不配去，妈那回的啊，老伯我看此事不透，真是不透啊，有老伯啦，
亲爱的，那些家二爷二是一家之中，那现在外地得了杀杀拉拉，事都拍不紧。王定得分享了，在该中枪的也是扣上去完了，谢家不答应，我挂牢了。金刚难办，都要难办，个王定啊。这样的老子家今朝沉睡不了，但是人为激动出来，旁边在这的男生呢，现在这不上，这个人为受得住，但是忙趁地上想带着谢家一台，这举下来的人为他发抖。现在呢，今朝我拼爹老命要我该仗地举成功。心里的那些一些家一些家，这男人我来无人可以搞一个非常年纪轻非常漂亮非常忠于的小伙子，嗯，不可个必要当人家的批判，那些家并不突然来为人我王定定定些的，但是我位置金刚的位置的无恙，现在只能委屈那些条。唉，这样说起来，我是个重部，家畜不可为呀。受罪第一家，十大根生，十大造福。本来受罪人，杀方罪死，你问你原地的事体，叫议论纷纷。做做改改，抗抗隆隆。今朝呢，今朝面对的一些家，不能没不的。一到事体摊开来，不怕吃亏。所以啊，个王定眼底的让我来了，谁都会对。一些子，王老板，你听王定讲来。想今日之事，那王定早于当时，只为我家大义，他忠厚得很。
想得起提皮真是委屈了你小姐。不过小姐呀、嘿，我家大姨她已是苦不怜的。之中挑选一个我家大姨，她真肯运运，我虽将一小子毫不托出，如今总算她低头了。小子呀，你要看在王庭的薄面之上，为王的运了
这门亲事吧。结果没听我王庭的废话，自然人会得挨他的。想不到王庭会得讲出金刚的内情，想不到这种大人家还有内气，想不到各位金公的大爷这个忠厚老实，各位大娘娘又是这个梅花妇女，想不到王庭对金刚如此忠心耿耿嘛，刚你想不到那王庭口中是我啥求着的。现在住在地朗向，叫我也答应给你们亲事，结果哪办呢？做批发无法称我心，大金家非我所有。但是如果我不答应，我哪对都是这个男人，三年来对我这种战狗非比寻常，我用啥个么子去办答应呢？要么这个是天意。要么这个是命中注定了海的，天呀，天呀，终于得，终于来，老娘死得特真，我来在把自个定下终身，我现在活了世道浪向，只不过是为渣而已。回去多看你的少奶，姑奶都要这样。等我就答应自奶奶给你们亲自吧。但是有一点，亲上，我觉得答应给你们亲自，我欠的皇帝的人情债、铜币债，全部得还清。爸。也只要把你出口那么是家母君王老伯也是也不快快请去奴家姻缘了，小姐姻缘了，姻缘了，小姐姻缘了，姻缘，哎呀，多谢小姐呀！哈哈哈哈哈哈！
定开心。哎，你老我来，这个心里想难无难免，没明白谢家是骂我的家人，我放出去的人现在来让水回来，根本谢家难放心。本人两个大夫能拍胸脯，你进宫带毒药，这个为人肯定好，将来带来肯定好。这个王丁想快点回出去也感受得了，马上外地谢家离开山上直奔南安，真真一歇歇到此地南安门口门，王丁忙走里向去。哎，给到南安金刚口洞门叫周青，蓝厅中也是熟悉的，不过个新农瓜你机会轻了，可见王丁精力了也进开始，不要王爸爸我看你今朝忙得来一大进一大出，其实呢，有一种事体，你接不接别人家去做还是？用不着亲自出马的个呀。像这件事啊，非要我亲自前去。哦，该桩事体别让你亲自出去干。是啊。哦。其实最近开始呢，我定有礼貌的个。昨天嘛，回来回去，回去到李湘女士房里落三个娃，叮叮也喝。不晓得今朝娘娘放宽，娘都要他偏往屋里当中改革们。罗三个年龄大增，而且面孔憋屈嘛，让年事的有些人当中，个崔青还要急个了。哎，有些人里向走出来个消息，说到罗三个分出来的，年岁的屋里不了都要改们，得还都要面孔一摆弄得来不呼而散。那么两个。阿哥兄弟大力设计说到最近啊，你要晓得毒药少体关好了，但是你别的屋里边就是口中的罗三欧呀，哈，那么最近真个急得呀，罗三欧这次你娘娘自家的高处也飞特走，所以现在口见王定不想偷偷开去看王爸爸。哎，嘿，听说今天李湘没难嘛，娘娘放宽，娘都要太偏嘛，屋里当中改革是吧？那么王伯伯，这个接地这个都要口中的啥人啊？啊，口中啥人啊？啊，王林带你口口，昨天那个啥啊，布局个门家，王林都算厉害，马上切阵，追进了让偷口气。回来回去，回个罗三娥。最近到罗三娥那一刻，将来成功一代，我王定再人生骂你，他弟弟。说老实话，今朝大概算是为之罗三娥的事体的了许，那么当你心情开心。啊，我不怕。最近，哎，你为不住下。那。大义他开中了女日王中的罗小娥。啊哎呀呀，那么无知为无什么那么无知为啊那无什么我不怕啊，我就是说这个毒药拿去扣住罗小娥儿子了，嗯，跟罗小娥没啥害呢。哦，哪家分仔细看呀，真呀，跟罗小娥了眼睛有毒血的。哦，最起楼来两只脚板的。哦，你们让他发矿子。嗯，不灵的呀。哎，王爸爸，你去求求毒药，跟罗三个不灵的呀。哎，罗三个不灵的呀。今天，哎，你去听了。那大义他开不中罗三个。毒药，这是罗三个对你最亲到的寓意。我早在居下想不到你会在意他。有什么意见大小鸡肉不一样不妨事，我立刻进去告诉小欧谁是你。哎呦，可是我不把你放在雷达，这个你想，哎呦，我这个怎样说出去呀？啊，其实呢，我对罗三个看得重的。啊，我最近是垃圾呀，开开玩笑。哎，这你想不能想的。王林得的心情开心，马上立下来十本书报给。要失望的，可见豆芽上了狼，你点一下豆芽个云仔啊，老奴记大意了。
有万平你了。恭喜大姨，恭喜大姨。啊，金公爹杜亚子个懒惰的人，刚刚听到那些个第七万分仙了，听得话的是恭喜恭喜嘛，但是来替你开五仙。哎，嗯，王的怎样？不要讲仙话了。大姨呀，欲收不取，方才谁吃这不吃等这样谁的忘听？哼，吃动了大娘娘，她弟弟云人，老奴方才各奔山当一毛龙，与一小子已经讲明了，一小子认了这门亲事，你是可是大喜呀、啊！哦，是为人家着急了。现在这是王定一片苦心为我看，不过代理妈妈王定啊，你不是不晓得，屋里乡人实在凶不够，被人家汉三家来要吃苦呀！啊，王定，嗯，这位一下子那是一说才女，我当日信的。嗯，是啊。倘若能够进得进门，那是我功德的福分。嗯嗯嗯嗯。侄儿大娘娘的一位，难道你进不去吗？以我他人的终身，哎，我于心不忍呐、啊！哎呀，大姨呀，你不为自己想，当一把你。你总要为西太老爷、西太夫人想想。你虽今四十岁了，真可莫与何事？想瞬间机会难得，大娘娘英文也是要去问了这份亲事，真是难得的好事。谁是大娘娘？谁对她不好，已不妨事了。只要你大姨啊拜一个公正，谁是了？大姨啊，快快原谅这门亲事吧。这个，那金公爹的人谁是个的？懦弱得很，往往当代时期会得遇水过度。将来的一次来吃苦么？谁吃了这个浪向？现在把那王的这个一球么低头着。王林，嗯，既如如此，这桩事儿就这样定了。定了。嗯，哈哈哈！大姨再好母语，你去拜月来，与我拜来。王林想我有什么？那一讲都压低了，你们实在好。哎呀，董娘娘再凶，没得到底是女人呀，你还做主的呀？用不着个当虚伪，哎，那现在快点回到里乡去，再对着娘娘还要讲一讲。不过王丁香到里乡去讲起来，反而该让我好我好写成去，去报喜，这个董娘娘不伤喜，要么一报喜，搿么男人面孔浪向也碎脱的，王丁得了个房厅瓦斯，先弄面孔浪先也碎脱的。不晓得你再睡那种睡不光，你这个心底里发出来，自个过上模样浪这么大进来，老奴见大娘娘。经过那王林做做改改，当时一口就口出来，哦哟，开心的啦！自从高大金家看见那王林去，从来分看见的是俺开心些个。你看嘞，面孔浪向肉块块滑落的，俺是我娘都毒药特偏方，你是俺开心的。心里倒没有事。哟，王的，嗯，方才的事儿摆得正呀。方才的事儿嘛，嗯，这位是拜托了，大姨应允了，嗯，也是要记应允了啊、哦。只要挑心一个，就是随口无魂了。哼，代理妈妈来得口清白白。一个白兔脸，两个阴阴脸，一个五红脸，四个脸了，留下来我当是五级脸。刚出来一嘴，静儿就提醒我：“现在董娘娘，事体不让记得哦，非要去听王定讲，
各位谢家把冰沙冰沙一袋一袋不能记得。哎，不是自家一时想想带的。说不定这个女人花的来着就不适合了。还说不定该张自己毒药来着就写的。今朝回家机会没拖出来。怎么带领妈妈你不能抵挡。一起来想进门啊。我为爹地的口里还有外口吃得进。花的。哎。是为一些罪家去后去不当叫东屁屁飞屁屁人心得很身中口语亲切听说他逢亲逢旧他就去此万里你去听练像那一些罪与大一声亲自去不能进的内啊啊大运而起，未必不扣身上。今晚就坐在布达，需要什么进步拿去。哪里啊，开心得了嘞？王定听无了，带的妈妈，这两只有俺得讲出来呀。啥叫啥？谢家，他都要喝你我来，不能打进女儿。啥叫啥个亲事？尽量不把人吓得不可张扬像这样样子的白西子们写教不像高人们像这个马生们都要不像提提望像粉护法律那王定吓得面对不得二乐也像水位废回太阳也得现在该张子期但是该从底部来这样拉出来白不得当然呀这样的做法收据目于这个规矩被收据人要出小弟像大人的车奴家本来就不是要杀别人这些这样真是的车啊这样不是、哎、不是大人真的与他同啊你我可以要记他不为应允的哦不孕吗嗯是啊哈不孕那这桩事大次做吧那明白是对位各位都娘娘一定很多夫妻之间的事体两个不差岁哪怕对那有苦法我自家晓得我是中国我同情同样我不能都是一句那么今在呢今在我伟大阿师刚不懂压听不是天一天这样懂压三位俺七弟梯子车队付出去俺也试试过这样陪你的事情你这还忙忙啥街上不仅有的啥街上有某个收据人带压力的王定还提出七问大娘娘，我看这件事情倒不是对我大的未必，与大姨再好好的商议商议。不是商议，冰水云不愿另修他身。说如如，王林不记得你斗什么，那么太差了，心想生不开心。等待伟大失望给谁带都要告给让让给让等都要来困难我想让其进攻带中央暗器的米空背一背带子胖一胖也不知带一带不晓得王定刚是我那个进攻带不我们受了这个失足更新眼睛逼弄子的是声音啊王定想不出来安心去各自一些些金工带眼睛张开来带王定看看是刚才都娘娘二十个个样子嗯是啊二十规则也是要将来用不进女儿哎王定啊你其实给人告嘛没喊没喊的啥既然一来没个张七就不人工不人工嘛再汉不
王定啊，你讲各位也是一家喝得不能再喝，以为首领你几个人亲人个人漂亮个人喝的人而是黑地带努爱来吃口啊，啊于心不忍，进步行一位死意郎君，受罪嘛喝个些好事都得吃，何必带你弄开来，何必要告诉我呢？你晓得我个脾气，我百无法力的，明明晓得是个汉人在龙胆街上吃苦的，难受死苦，你良心哪带得起？窦娘娘现在个张闲话出来，三个就是外地，外地嘛，应该是不吃苦的。白杨木少，对不起各位小姐，王林啊，你妈热心人，你也不帮我少，你现在马上勾搭三堂哥，好好叫等个小姐门前来啊，表示歉意，代替我去两个头，对不住朋友，各种闲话受到哪里你猜的？那么小姐还是现在就是有点结局呀。所以这让结局嘛，这个事情嘛，你马上在张王街里下弄张银片，一千两银子都送得起，但不是这样，一拍即用。不过王林记下，这个银子不离，还要叫你谁得是？各种事情要不投财的，你虽然不离同的银子，你得费啊，你随分走蛋糕，刚海屋里要误出。这个是啊，别人的侠义。十个房子你进隔离关，三绿三低，啥稀奇呢？房地产涨这样子，啥稀奇呢？那个人，谁弄你现在十个房子的房契打得起，一旦送不得。那么王定啊，既然你都娘托狗来了，那么现在呢，我再等来说一声，你外头人的少。你去干一个漂亮的人脉德高的，好好叫一个读书人两个身上作歹，我该当事情谁做王，你非要再讲答应你别讲成，对不起各位一些也这样，我佩服上你窦家这两句闲话出来，我皇帝这个问题，对窦家口口，你眼气的，哎，可怜窦家不走了，走了，该张第三个谁之五之位，那么口上去个守门，拆不开不这合规，金刚里的五王谁之五？这皇帝三位火两口牌，等到人偏一挪放弃一挪了。离开南岸直奔山塘，搿两步路三个偷得起，轻松不落。修得此地啊，秦义开门来。哎，秦义一听嘛，就是王伯伯哇。门一开门，哟，王老板，你来了吗？来了，都是姐姐开门之中。小姐姐，你好，亲啊。来了，来了。啊。王林给他之中进来，看见小姐啊，为面孔见底个了。忙正一些家门的伯罗都一举门挨掉下来，王林今日是要去，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该死。这个，一些家吃过中饭时吃的诚意了，刚去开门亲自的事体，现在可能王林打进来举下来举玻璃了，刚说啊，该死呀！哎呀，这小家，哦，小家这个聪明人，肯定刚从街上昏日吃脱着。吃他们那哈，本来我把吃那家人了答应我来的，哎呀，我这个人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呀，所以说那个雷七年了上水一壶，又忘了的，又忘送了再见。王殿守在不必了，对这个对不起，这个我难讲把你，所以气功功门，但是两张眼睛有点眼瞪瞪。哎呀，那么现在要真的急着，有点年纪这样。一大来一大去，大概吃了只三碗饼上，又忘了的，
你在哪里？我该死，我对不起你。哟，王老子，可是婚事有变，你家难以启口，不放肆的，我家不会只规矩你。好聪明，先给我一代价，还两个追我来，不敌方便不能，那么我还开口，想想真太难，也是一次。想方才东梦小姐原谅这门亲事，我回住家中，谁告诉我家大姨？那就叫我家大姨她不允啊！哎呀，个丽丽妈妈，你做事情哪可以这样呢？我从大子你到你到头要商量下子，大概带来求亲，你到头要不晓得的。哟，王老板。不是奴家多疑，你怎能自作主张的自己来娶亲哦？小姐不要生气，奴家大姨并非疑你呀。啊，只是他一头，你小姐太好了，他高配不上呀。哟，许子的为人嘛，奴家不怪。是啊，你小姐，我方才许子这部空虚大意，终是他已问了这门亲事。现在先叫我再出来，不人家求亲么求一面，那可难得来也求两面得来，这个皇帝不急急上那个套间了。哟，大意运了亲了呢，为应侯心中不落。哎，我的王厅为父我家大娘娘，嗯，那娘娘她美不讲理呀，据说。如此这般，知道所以你小姐不能道德难熬，亲事不可张扬败类，要瞒过受罪人。如此的荒唐，真是料想不到啊！哟，那么王老的口腔之意，为父你家大姨，为父了我家大姨，大姨怎样意见？他不争气呀！啊，小姐呀。我家大姨放在他一道，记住大娘娘如此的为人，最好莫虑。岂能让你作为一路的小姐到难熬水口？各位们，要我带来七两纹银，以备小姐急用。为王小姐要睡下，这房契也要睡下，为我周到的陪睡。为王小姐有两两。哦那个废物，一出来心里想的大如大如语气，这个人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屈。哎，不过在进宫的途呀，还会的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动情。你都别听听莫名其妙五百耍个花的呀，哎，往往就妙在其中。啥天嘛，哎，本来那一出来到进宫的发得高呀，你哈哈。我哈，你屋里想心啊哈，爸哈，你开心啊哈，不开心啊哈，到底发达个？那现在妹妹姐在关心起来，妹妹姐到那让注意起来着。这可是进宫的大爷，记住这个样子害了人们，那偏偏会摊着这个样子满门的高兴的呢？这个几年来，你肯定活得非常苦，非常吃力。这个当时的人吃力吃黑，不要惦记什么，该做事情。你明明答应自己们亲事反悔在，但是这个闲话你自家不肯讲，要我来讲出来。你明明要再度我到头要这头姻亲，但是个不答你不肯摘下来，要我来摘。这么想当日啊当日，我一直来不会把你过杀，我答应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那是我到头要申请之后不能进楼啊，你还说起我搞不懂呀，吃王定的家庭不是口中这个高档，没了吗？奇迹我并不奇迹。你说的都要申请，我对非要张扬还没喊，我做批发本来就不想吃啥个风景。你说心吧，把了给他不到高地喊，说起我自个屋里反而过得自由自在。但是我随时也搞不懂呀，而且得厉害，你只能对我看看，气啥的当时那。不算了哈哇，把那个小姐发成脾气在。啊，王老板，我该死。像大娘娘守家之事，奴家都能应允。
老永不进来啊，永不怕的老你这奴家是冤大义神气。王定不是好爱听爱的呀，耶中地刚要吃泥光，咋接上谁家已在废宫里的地头答应这门亲事。哦，刚才我们来你答应该是忙我家人，而以人但是对你都要同情，因为同情所以同了心，同了心弟子的哎呀给他口气都要为福气，今天的为不忙个王鼎这个个性的贴起来都是小气啊，都是小气，人家预防了啊，小气啊，不放弃杀家杀谁当举报自己神情谁能够信谁律谁地于是在努爱王子再多不要紧，不仅努爱不爱懂得了某些的给他谁律谁地插特地十二一个你十人里三十六人里的非常起的谁是一个错吧也是要记谁当的王郎放心行事与我王定才子好好的分手一回有关来的不必了奴家并不下去、哦、请问小姐可以知听好语做什么这是要一位女方的证婚人、啊、不对的不规矩不能发语哎呀但是近亲的一干不在，有亲呢送福往来。哎，一下雨了，山当那下王先生下得一水旱死嘛，下得一水旱活，幸福结个，要不就是你吧？啊，王老板，我是要请山当那王先生王居士口喝啊。王居士，王居士，是啊。王德超正是好江神是谁是他尽心不周是大日王得请谁当的名人、也是要记真为神是我家弟弟的法你之间如来水此向这位王居士与我家大人与一米之交、啊、请他出你最好母语的了王居士王今日杀人谁谁是他都牙不过谁是他外边眼里我尽管是我很眼里呀、啊、女方证婚人请你得上最狠吧根本女方证婚人请啥人你请不拿冰口服圣热东他今天的表情圣东人出来还有光彩使其客堂去记得但是你没有分量王定高兴得不得了为主妻马上给你家哪么真的你报有谁当神亲无为其手